乐天女孩梦洁拥有甜美脸蛋、纤细身材，收获大批粉丝的喜爱，更因为长相神似南韩歌手 IU 而被网友们封为台湾 IU。 近日她更新社群晒出了冬日穿搭照，与穿上啦啦队服的模样不同，立刻引起粉丝们热议。梦洁在文中写道，最近又变冷了，又可以开始穿得像只熊，并附上了一系列在棒球场边拍摄的私服穿搭照。只见她身穿菱格纹背心、内搭白色的娃娃领长袖衬衫，头戴针织帽，手上还拿着毛茸茸的包包，加上一双水汪汪大眼，直盯镜头放电，完全就是韩式美人的模样，也多了一份稚嫩感。照片曝光后，迎来大批粉丝留言直呼梦洁最可爱，这样穿真的好好看。贴文也吸引破万人点赞，可见她人气真的很高啊。Bye.